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么今天就两盘录像，但是都打得比较精彩，而且都经历了漫长的鏖战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啊。那么第一盘的话是四号位的反贼，那么主攻选这个郭图庞纪，那么我们用这个二张，这个二张对这个郭图庞纪也算是一个相生相克。那么你当反贼的话，对他的克制也是比较大，他一旦造成不了伤害，那他多摸牌就必须得丢，那么丢了你就可以捡啊。当然，如果他当非主流主攻，你当那个忠臣也是非常给力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不开这个五谷，先进一个忠臣啊，因为他的反贼，我觉得应该也会开那个五谷。那么这么打的话，这个是忠臣，好，这个是反贼。那么反贼，哎呦，这个地方的话，陈兆云是反贼啊。那么我们队友想办法给陈兆云给他一刀啊。给他一刀啊，火攻，哎，这个地方给他个武器，好，烧一下，杀一下。那么后面的夏侯是争取给那个神兆云一刀，不然他是满血，他那个是比较干搭的嘛。好，杀一刀，那么再给一下。那么这个应该是忠臣，因为他开头他没有拿那个主公的马嘛，那么身份应该已经明了。那么这一盘来说的话，双方都有强将，那么这里面应该要经过一场苦战了啊。好，乐不思蜀，不过这个是二张强力之术，他们都是反贼头子，你看这些乐不思蜀如果都热中的话，对于对方打击比较大，但是那个因为有二张在，当然这边的话这个赵云比较拼啊，他就用两个黑桃当那个无懈使用，但因为他是那个哇牛掰，他是真的用两张黑桃，因为他现在是俩血嘛，俩血只能用两张黑桃啊，没什么其他的办法。好，我们看下去啊，这个过河拆桥，当然反贼都比较这个阴的啊。你这里面，这个地方的话，郭图庞纪没有办法必须用啊，因为他发动了这个技能嘛，他要不用的话这一台丢掉，所以说即便打这个庞统这样一个武将，就是说他的有多一条命，但是你也必须要打。好，打一下，看一下啊。那么郭图庞纪这里面，如果他丢光牌，我们不给他固正的话，那么怼到这个荀彧，荀彧给他劫命，这个也可以啊。所以说双方这个配合都还不错。好，杀一刀。那我们就这样啊，这一盘肯定是苦战局啊，谁双方谁都没能把对方一击致命这个本事，就看双方谁能把对方先突破啊。九，看一下杀。好，那么这个仗肯定他们是来攻打我们这一点，也确实二张二张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核心那个武将。哎，这地方我们没有给他固正，是那个要给他发动这个技能，这个仗给他一刀啊，一定要给，对，给他一刀。反贼那边一定要把神兆云挡到一血，那么一血的神兆云还是具备相当程度的战力的啊。好，因为神兆云在的话，他至少可以保护到我们的嘛，黑桃当无懈，红桃当桃，那么我们这里又有闪又有桃，所以说主攻方想攻我们那个没那么容易的啊。我们这里我们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，他想把我们啃掉，不崩掉几个大牙他是休想的。好，那么凤雏，好，当然如果凤雏涅槃一次之后，那他就，我之前做过一个比较戏谑的说法，那就是猪肉了啊，那他就很好打了。他没有涅槃之前别人都不愿意碰他，但是你涅槃之后，那你就没有什么防御能力了啊。好，当然这一把来说的话，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，虽然说那个主攻方这边战力很强，但是我们这边也有过牌，而且我们那有神兆云的嘛，这一下这个神兆云这个能力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你随便打，神兆云又不是什么那个卖血流啊，你要打你就打啊。九，哎呀，这地方的话看他怎么打，然后给吃个桃子，过河拆桥，咱们拆掉断杀了。当然这个断杀现在想通之后心情也是很放松的，这不很正常的事情，我们节目里面做过了，开个五谷加上自己过牌，我们八张牌里面都没有一张杀的，有时候原数六张庸次都过不出来杀。好，当然刚才那一下即便他那个杀过来他也怼不死我们的沈昭云，那有名的这个那个桃嘛。好，南蛮入侵，那么看一下截一下，其实主中方这边那个也很强悍，现在这个左慈这个化身也还算给力的，他毕竟那个半个张春华用，而且没有那个绝情的这个掣肘，他也可以收人头的，因为这里面全场里面只有那个荀彧是卖血的，而且荀彧又是经常他的队友。我们看一下啊，
那么当然二张现在有一堆装备，可以把这个装备刷起来，把那装备给那个神赵云啊，像神赵云跟那个二张相性也是比较好的，因为那个最好给他点红桃的装备，红桃装备当桃用，黑桃装备当傻哦，黑桃装备当无懈用啊。好，那么截一下，看一下赵云啊。啊，现在来说的话，火攻哦，开始抵这个神赵云。但这把反贼怎么说的，兵力有些分散的啊，又一会儿打二张，又一会儿打我们，那这兵力分散，那就没有那个办法可以直接对那个攻击一点的。你只要没有办法突破一点，我们反贼这个人数不减员，我们这个优势就会建立起来的。好，你看现在这个我们优势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，这就是两个桃在这里的嘛。那你现在想秃掉神赵云，现在已经有一身装备了，而且他有一个那个狮子，他再不济他拿那个狮子当闪用，他要给自己回血的。好，可以，反贼的优势，因为像二张这种优势就是他对对面的这个优势可以越拖越大的啊。反贼那主中方可能需要的是速战速决嘛，我们之前做的主中方的素材基本都是对对方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，那反贼就可以慢慢给你打的，慢慢给你打，我又不着急。而且这么看起来的话，三板斧基本也抡完了。好，那么窃听看一下啊，这里的话劈一下，不过有这个 狮子的，就算没这个狮子也劈不死。他中这个救我们这两个桃子，好，决斗一下救，那么看他给不给啊。那么给过去，那么这里面的话看一下，哎呦，这张竟然天锅了，牛掰，主攻速击之，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。那么看一下，没有啥，当然这一把这个杀他，但是打不死的，这打不死的，这打不死。所以说这个确实这是兵家大忌，太这个输出太分散了嘛，太分散了。好，这地方劫命的话，杀是不是给左慈劫命更好一些呢？要让保住这左慈，一旦被突破，可能主人王真的没有希望了。这地方绝对不能减员的，因为反贼因为有这个二张在，团队这个气牌它是不用浪费的嘛，反贼的优势会越来越大。你越拖不掉的，这地方呢必须保证，这让左慈最好能画一个神的化身，可能一打，可能真的有的一打，就不知道左慈看看有什么那个，看待会左慈能够有怎样的爆发了啊。他如果现在多一个画图出来，那个可能就不太一样。所以说有华佗这个化身的左慈确实还是不一样的，或者这个突然掏出一个流风出来，还有拖一个流风出来，这张的话就可以把至少把这个排查给它降低，因为现在反贼方的过排量和主攻方的过排量差距太大了啊。我们这边那个好火攻打不死人，就亮了一个红桃给你，就是表示你突不掉的啊。好，那么杀一刀，那么他还是有的，他不愿意用那个狮子当闪，用狮子当闪他就等于说没有技能了吧。好，那么这里面的话看一下，他也是给过去，对，而且关键这里面还有一个夏侯氏在，本来这个就是说这个本来他们这个过牌量就很大，有这个我们在，还有夏侯氏给过牌的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二张如果固正啊，我们也可以把这牌算好。好，杀，那么哎，这个没办法了，丢过度防技，这个时候如果一旦造不成伤害，那也是被我们二张克制的，桃园结义一下，无懈可击。好，还有这个神赵，哎，这神赵云现在满血了，那满血的话待会想让他砍了一刀啊，或者说以他为铁索传导，这个人不够，以他为传导的嘛，本来这个他就需要卖血，看有没有属性渣，待会儿啊，哎，漂亮，过出来了，神手牵羊，那么先过牌，那么过牌，哎，漂亮了，铁中属性渣已经过出来了。好，解冻，那么也可以以庞统为传导啊，以庞统为传导，那么就以这个 A 烧，漂亮，这个藤甲帅气了啊，直接一打，主攻方应该是没有那个桃子了啊，好，突破了左慈，那这基本上都大局已定了啊，在这种鏖战里面，一旦被突破了任何一边，这都是巨型灾难性的那个后果，只要被突破一个，那这个应该这一盘，那经过这一场漫长的鏖战的，但是。到底反贼方那边还是技高一筹，哎，刚才如果多一个铁锁也可以把它带上，我在想啊，他这个毕竟这两血的神赵云可能有点尴尬，如果把它带上，他有这个狮子也只是一血的嘛，那么待会儿他又可以那个摸三张牌。好，
那么给过去，哎，这个段漂亮，我们强行过牌的，我们强行过牌，强行给他过一张，那么又把他突破。这一盘是真正意义上的四 v 四的，真正意义上四 v 四啊，我们就是和四个主攻方打，结果把对面彻底打败。好，丢，哎呀，南蛮到我们这里，你看南蛮一直稳稳地在守着的三个南蛮，就这种 A O E A 这种牌绝不给主攻方拿到的。好，那么看一下啊，失利醉在先锋。好，那么来。而且像庞统这个好铁锁连环哦，果然这样打了，对，那么应该也是没桃子了。好，突破，那基本上说大局已定啊，这突破这一下，这个段可以投了。你这样因为有二张在，他的团队这个保护是太大的嘛，你有二张在，你基本上说出错率是非常非常，容错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，基本上说再怎么乱打基本上也不会输，因为二张这个好。那么待会儿的话直接用庞统为传导，直接把你打掉就可以了。好，顺手牵羊，那么杀直接打就可以了啊，这都不需要的了。我看那个我还想多了啊，本来想用铁锁把它传导过去，直接用杀的就把它干掉了啊。这把确实是无力回天啊，反贼这个配合确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，没办法。但优势现在就是说，虽然这个说主中方的这个不像以前那么被动挨打，但是反贼的优势还是存在的啊，反贼的优势还是客观存在，就相比较而言，反贼的胜率目前来说还是远大于主中方的，所以说这个形势还是那个可以告诉大家。不过那个如果主中方能好的配合也可以碾压反贼啊，那就看那个谁技高一筹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盘，粮草已到，秦将军宴看啊，这个是反贼。那么这一盘我们是这个黄皓，像黄皓这个武将主视角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场几乎是零的，那么这应该是这么多戏以来第一次出场啊。我们来看他的技能的啊，请秦结束阶段你可以选择任意一名攻击范围内含有主攻的角色，然后弃置这些角色各一张牌，并其摸一张牌，无牌则不弃，就是他没牌你也可以发动技能，然后让他多摸一张，若如此做你摸 X 张牌， X 为其中手牌数比主攻多的角色。那么毫无疑问他跟刘禅这个相性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刘禅放权他要丢牌的嘛，那么你刘禅的丢牌很多时候你刘禅的牌都是最小的，那么你一旦发动这个技能你都可以过牌的。那么第二个技能是会声保护自己，当你受到其他角色对你造成伤害时，你可以令其观看你任意数量的牌，并令其选择一项，一获得这些牌中的一张防止此伤害，然后你不能对其发动会声，二弃置等量的牌，你比方说丢两个废牌给他，你自己选择呗，你要想对我们发动技能你就要那个丢两张牌的。那么这个地方什么鬼啊，怎么他是忠臣呢，这是反贼啊，反贼这帮玩的是什么呀，这个也是反贼啊，那应该是这样子了吧。哎呦，这开局这么死一个忠臣，他放权给他，这有什么办法嘞？不过没事，交给我们了，我们这个技能还是对那个，你看现在这俩至少这两个人在，而且我们可以对自己发动这个技能请情的，那你有装备你挂甲你怼到他，等于说你大过牌的。好，哎，这个地方这个徐晃有意思，怎么不对我们发动技能嘞？好，杀一刀，那把马挂起来，然后发动技能啊，发动技能，对，过牌。因为刘禅现在是零牌嘛，而且刘禅总被那个李岩拿牌，都刘禅牌都是很小的，随着我们每次大逼约的啊，他可以过牌。那么放学，好，而且为了也不错，后面就是刘禅，等于说你大逼约一波之后，那个你可以马上用这个牌的。好，修走可以啊，无懈可击。好。这一盘跟反贼打咱们也是苦战的啊，因为我们黄皓这个个人能力不错，但是不是什么瞬间爆发的爆将的，不可能像王姬那样什么突然一波把这个四个玩家打掉，所以说肯定是要有苦战的，你做好心理准备的啊。而且这一盘反贼 的战力也是极其彪悍的啊，你看这个二张对吧，团队核心左思也有神化身了，也有这个蔡文姬这个化身，他怎么着他也可以给那个他那悲歌去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没必要用苦肉吧，我真的感觉你保证自己满血不是很好吗，反贼现在优势这么大，你如果待会你满血二张过人桃子，二张也能满血，你们这么好的状态那不是给碾压我们，觉得我们可以过牌的话，而且我们给这个发动这个技能请情的话，
也不是扒别人的牌，就跟那个王姬一样给对面过一张牌的。好，变成寸断，那么这张我们可以对自己发动了。哎，这个地方他这个可能是那个没有考虑好的，这个小瑕疵，你怎么丢桃子嘞？你明显那个丢别的，丢沙也可以啊。他这个估计是没有看到二张的，那你牌这边还得对面丢个桃子。当然不管怎么说，一码归一码啊，他这盘坚持到底，这盘就给他放一下啊，也是非常经过漫长的鏖战的啊。好，那么待会儿发动这个技能，这二张就是很讨厌。来，好，他这个过牌还是蛮爽的，给自己过一下啊。这个张自己那自己小智能一张，八大两个人，等于说我们过三张牌的，这个就很爽了。好。哦，等于说摸三张牌，还是自己过一张，等于说过四张牌的，不是那个三张牌的问题，而是四张牌，因为我为自己还扒一张吗？等于说过四张牌，你把自己能废牌制衡掉，铁锁连环。那么有如此多的过牌量，四张二张就能过出来好牌出来了。好，过河拆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那么冰凉寸断火攻一下，那么节气源断凄凉。啊，我们现在这牌最多，所以说徐晃对我们兵，那应该哎，这个兵过得漂亮。那么火攻，那么来这个让左慈也是有点凹的啊，让左慈挂一个这个断肠，他刚才那个这么多的那个刚满血的时候不用那个背个没用，现在用断肠，那我们当然可以放心大胆的对对面进行打击喽。好，来，那么现在他也有这个距离了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五个人都打到主攻了啊。帅气喽！那咱们的话，发动技能啊，来，二、三、四，那么这一下过牌非常爽啊，非常爽。好，哎，这地方的话打一下无懈吧，这个斧头为什么不保一下呢？这斧头是你杀敌的力气的呀，这斧头的话那个。无懈留着不就保这些 T 牌的吗？好，哎呦，我对面应该也是有无懈，也是有无懈的，估计拼也拼不过。好，顺手牵羊，决斗。那么无懈这一排都丢不了二张，就希望二张能够多丢一点了。二张反正自己存不了牌的嘛。好，杀。好，无懈可击。那么看一下无懈可击。那么看一下这二张怎么打，九杀，没事的，咱们有这个有闪漂亮。我觉得没闪，咱们也有这个桃子啊。好，所以让这个本来这个黄皓就是个刘禅的大太监，所以这把要展现我们的大太监的风采的啊。好，那么这样乐不思蜀，这个乐的还可以，然后发动技能啊，好，这一下就可以了，给力了，一二三四，这个你看过牌量非常大的啊。所以说这个他肯定不是练葵花宝典，但是就练了辟邪剑谱吧，就这么说一下吧。所以说他这个能力也是比较高的，过牌量是比较大的。好，决斗，火攻。对，这个武将其实也是有可玩性的，实话说这个武将的话在现在改过之后，这个2016里面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力的，也跟那个李岩有的一拼啊。所以说你要蜀国武将2016里面都是很棒的，李岩这个不管是当内当反也是很强。好，给展示一下，我就展示一些废牌给你啊，嘿嘿，才不怕你。那么杀一刀，哇、哦，这个张开始直接强推，这张不给你啊，对，你要是这个不给你产生这个距离吗？距离的吗？好，不会，而且这个李岩人都可能我们也要这个要的啊。看一下虚晃，哎，虚晃这张还顺手牵羊，看看虚晃，哎，他冰过来，嘿，他这冰过来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没事，我们挂起来杀李岩，嘿，那么丢，没事，我们待会继续啊，继续。他有过牌，这个哎无懈可击，那么无懈可击哎可以拿过来杀，这个张杀没有问题的，不想给二张丢牌，然后刘禅杀，给他收的啊，因为小胖子估计也怕把我们那个养肥嘛，所以说这盘来说虽然是三 v 四，但是我们这个你看他过牌，哎，这个张漂亮啊，小胖子强行吃菜啊，那鸡架上我们就帮你出呗，我们张八可以帮你出的，你这个断了肠更好。因为现在反贼已经被突破两个强将了啊，所以说这个我们手上留够桃子也不怕你这个小胖子了。这个反贼林敏江打好，这个两桃在手，绝对不怕你的啊。好，那么这张就给你收。好，看一下啊，杀，嘿嘿，早准备好了，早准备好了，火攻。那么好，挂起来冰一下。
那么咱们有这个的啊。那么现在即便是这样，咱们也可以那个过河拆桥，然后咱们把那个来，哎，这个让那个兵不拿吗？这个让可以拿一下兵的，因为给那个小胖子现在已经，小胖子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额外这个怎么说，没有这个额外那个。没有想到的技能了嘛，我觉得这家玩儿有点险的，这样干嘛不拿那个兵，他有一张杀你就完了嘛，他这个没有想到的，我那你还不如拿一下那个兵，顺手牵羊是吧。当然实话实说啊，也跟大家就是说看视频的时候稍微担待一点，因为这毕竟咱们是录像回放模式，我们可以拿放大镜来挑别人的错误，真的实战里面的话你想考虑那么周全确实有些困难的事情啊。好，杀一刀，那么这地方的话兵一下好，现在机会来了啊，机会来了，决斗。那么吃个桃子杀，那么这一家看你过不过牌啊。你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是给徐晃过牌，徐晃就要摸一张了啊，因为徐晃现在没有牌了嘛。那么不怕，小胖子现在已经不能放权了，他要收就给他收啊，给他收啊。因为我们现在二打一，一打二，我们是绝对有这个能力的啊，绝对有这个能力。好，过河拆桥，无懈可击，好，赢了。哎，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够到主攻，完了我们牌比主攻多，所以我们自己可以过牌的，等于说过一下，你看，等于说那个丢一张牌，让我摸两张牌的，好，是啊。那么这张不给你赌概率啊，无懈可击，哎，不给你赌火攻，那么一波打掉，也是啊，这今天这两盘录像都是经过了漫长的苦战啊，最终拿下了这个比赛的胜利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